哎，小便，哎，你咋穿个裙子蹲在这儿？你不怕走光被这外面看到了？天气那么热，穿个小短裙干啥呀？不，你起来，你不要蹲着容易走光，知道吧？你下面穿打底裤了不？嗯，穿了呀。穿了就行啊。这不能给别人看啊，我看到了无所谓，不能给别人看啊。你在看啥东西？我在看。一块好吃的啊，已经切开了，来打开哦。可以，兄弟们看到没啊？里面。啊，化开了啊，总是挺好的啊，看到没啊？来，还有一点绿色儿，看到不啊？但是它的这个结晶啊有点粗，看到没啊？结晶颗粒有点粗，但是它啊抛完光之后，哎，看到没？它抛光起货效果还是可以，应该啊，看到没啊？只是里面晶体啊结晶结构会粗一点啊，不过。不影响啊，主要是这一坨绿直啊，这一坨绿好看，哎，舒不舒服？往这里啊，出一个肩也是值钱的啊，哎，这个是你爸切长的？对。哦，那跟你爸商量一下。干嘛？你又想打他的主意啊？什么叫我想打他的主意？我想打你的主意。造孽！没有。这样好吧啊，我跟你说的你记住啊，你记住啊，来啊，你到时候你就说这个啊，这个料子它漏比较粗啊，这个色也不明显，里面啊看着啊很脏的感觉啊，然后跟他说我被我花啊5000块钱买走了。5000块钱是不是太假了？不假，你就说这个料子品卖相不怎么好看，知道吧？啊，放了很久都没人买啊！我5000块钱，我勉为其难把它收走，啊！你是不是想诓我？总叫我诓你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？这么大的一块呀？这么大一块？才5000呀、啊！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，你不能光看它大，它就值钱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有一些小的也值钱的嘛，知道吧？那这价钱不能这样衡量，知道吗？行不行？行是吧？行。啊，你不知道这个多少钱吧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行。没事，那他真的，他这个卖相不怎么好，他就差不多就值个5000块就差不多了啊，行吧？啊，等你爸回来，你就说卖给别人了，你不要说卖给我了啊，好吧？为什么不能说？哎，就是不要说嘛，是不是兄弟？啊？是不就完了？替我保守秘密啊，这个5000块晚上我就转给你啊。这个我先拿走了，啊，好不好？这个盖子太薄了啊，这个盖子就送你了，好吧？啊，这卖盖子也能卖点钱，好吧？等一下啊，你得请我看个电影啥的呀。那白拿呀。那今晚呗，好吧？今晚请你去看那个刚上的那个爱情动作片啊，好吧，我先走了啊，然后晚上再联系你啊，拜拜。嗯，我靠，直接赚大几万，走走走，快走，兄弟们。